今天的 cover 是跟纽约有关系，纽约的前三大背景，就是有一个是第五大道 Fifth Avenue， 另外一个是 Brooklyn Bridge， 然后另外是克林大桥，对，然后 Times Square 时代广场，时代广场，对，这三个地方等于说，如果我们楼上都买 cover， 不仅有我们美丽的这个身影之外，我们的外面后面的背景就是纽约，对，非常热闹。那我知道你是在美国这个长大的嘛，对，这三个景点要不要推荐？你会选哪个地方是让你留下深刻回忆？其实我纽约有去过大概两三次。那我觉得印象最深刻就是 Times Square 时代广场，因为倒数嘛，你会觉得你来到那个角落，你就在纽约的这个心跳，你站在那边就可以听到纽约的心跳，然后很嗨，太棒了！不管是白天或是晚上，我觉得那个感觉就是很兴奋。有没有感觉？永贤一介绍，我们就马上身临其境，我们好像就要去纽约。对，大家不用买机票，因为只要你今天来到亚瑟兰黛，来做一个美丽的妆容，就可以行游纽约，就是这么棒。而且我们这次还特别为大家准备了，听说你们这次还有冒险呢，哇！那个 Times Square， 然后还有配你的造型，你要选什么？你要选什么手环呐、啊？手环是不是？好，来，那花要不要？我们等来要，来，可以吗？来，我再拿麦克风。那我们现在就请呢，我们的永贤跟 Matella 呢，就移动到我们的 Vespa 旁边，一起来合影哦。现在就从我们的永贤跟我们的 Matella 呢，在我们的 Vespa 旁边一起来五连拍，要不要？好，第一个靠，第一个画面，哇！我看到第一个是很活泼感觉，来第二个靠，好，第三个靠，好，第四个靠，把握最后一个靠啦，好，第五个靠。让我们现场的媒体朋友呢，为了让他们视线一致，我们也稍微举手，如果你没有拍到一个，哇，今天大家都一起共襄盛举哦！来，我最后三秒钟给我们现场的媒体朋友最后的视线画面。好，另外我们今天很兴奋哦，因为我们今天亚诗兰黛集团董事总经理菊莲本人也来到。